游泳池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游乐设施，除了是这个吊床之外呢，还有很多这个，还有这个小亭子，这亭子呢是需要住的，一天是住整天的话是60令吉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泳池这里其实有很多小朋友在这里游泳，然后有水上的这个篮球。私人的地方，你才几点天？哈哈哈哈哈！很凉哦。大红花呀，大红花，从水里打洞。一起消失，一二三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，不要这样开心。